哈萨克斯坦首都由一支家举办了一场哈萨克语的吉尔吉斯史诗马纳斯的作品介绍会，并发表了200吉尔吉斯语作品的学术刊物。国际突厥学院和哈萨克斯坦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以马纳斯从马纳斯到阿拜的主题活动。国际突厥学院院长科德尔艾里说：“在哈萨克斯坦人民代。”大会成立25年之际，我们带来两个消息：通过增加我们的精神价值，我们的兄弟关系得到了加强。1961年，在哈萨克著名作家阿尔佐夫的倡议下，马纳斯在我国出版。60年后，这部史诗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作者的手中，由史诗专家阿林扎诺夫将其翻译成哈萨克语。今年是阿拜诞辰175年，这一年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了。